售后就带来实际售后的快乐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收集纪念品的话，就是也是为了就是其实我主要是比较喜欢奥运会设计啊，比较喜欢奥运的那些比如吉祥物设计，我就觉得我喜欢收集各种各样吉祥物，然后当你有那些特别款呀、啊，就觉得特别开心，特别是那个一吨吨，然后他特别喜欢一吨吨，然后他收集了好多一吨吨，然后他把我感动了，然后我就想能不能为他做点事情，正好我有好几个那肯定买的这一吨吨，然后虽然说这个他这个比较难找的，然后而且现在炒价格也比较高，但是我想啊，你想让他收集一个比较难找的一个一吨吨，然后所以我就把这个我这个太空航天万一吨吨送给他，然后已经现已到他手里了。然后昨天跟他拍了一个节目，然后呢录了一，昨天跟他视频了一下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他特别感谢这个我送了他这个很管用的东西，然后他也特别喜欢。然后我要求他以后去我家玩，然后他说以后都以后也去我家看。我看这个。